跟台下很多朋友是前两天有参加一个棒棒糖的活动，就因为我前两天其实在一个小型的 live house 跟另外一个朋友，另外一个就是一直在讲废话的朋友叫何仁杰，然后我们就办了一场从头到尾没有唱歌，只有讲干话的一个活动，然后我就烧瞎了，所以我昨天一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面，我就不敢出门，然后就是很怕今天就是为了一个副业，然后把自己本来该做好事情搞砸了。对，那今天还好，就是就平常可能有烧好香吧。那所以今天，那现在这个歌是也是新专辑里面的歌，叫做《适得其所的悲伤》。对，大家今天你有从台中来的，还没有回去台中的吧？有一些就是宜兰来，还没回去宜兰，还是从宜兰又再过来了。OK， 大家都说东部的车票不好买，当然就是。很棒，可以一直喝到这里，然后完全没有任何重点的对谈。那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台北时装周啦，希望我今天在这边也是适得其所，送给大家这一首歌《适得其所的悲伤》。